happy 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现在开箱我买给妈妈的 Apple Watch， 妈妈选的是蓝色的，那我就给她配了一个蓝色的表带。你要自己体会一下那个撕开的痛快感。这边有个绿绿的，这边我需要训练一下。好，然后这边也要，这边也要。好好，来来，你接手。把它拿出来，妈咪。就这样子吗？对，就这个吗？那个手表，表带在这里啦。表带在这里，所以它这是手表的本身。走。哦。然后呢？很漂亮哎。我想一下，我那时候怎么戴的？等一下，开心吗？开心啊！好了，以后他就要负责测量黄妈咪的心血氧。网络实在是太慢了，就是很容易断线。然后我昨天工作到我整个情绪很差，所以我今天决定去公司，网络会好一点。저바보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콩까지가스연한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널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이리듬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분위기를타고날아가지못한곳을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몰라말들이너무많아우리걱정은나나는 Sophia 好啊，大半点这个好啊，好吃吗？蛮好吃的。好，什么？你在露营？我今天不太适合被露诶，一来是我眼睛反正长了针眼，然后我那天去雾眉，所以我现在整个就是一个不是很适合出现在这个频道里面的状态。还是你可以这边打一个马赛克。我不会打。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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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哎，等一下介绍金斋的宝宝们给你认识。好，好害羞哦。你待在台湾什么时候啊？要不要寄一些公关品给你？当然是要在里面露宿的。哦，好。谢谢。谁的公关品啊？金家 A 啊。哦，那我要，那我要。몸에달리지않게해줘난그냥자유롭게멀리날아가고싶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잡는것처럼느껴지네이세상은무지回到家，然后洗完澡了，我现在大概长得又很像一个鸡蛋。那前面几集 vlog 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最近深陷于就是古装剧的世界。然后上次的影片大家有推荐很多不同的剧给我，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在网络上面查，就是哦这个可以在哪里看，这个可以在哪里看。我现在订的有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然后我香港好像有订那个黄 view。当然我觉得我订了两个已经很够了，就是订再多我也看不完。但是就是有那种时候，就你感觉怎么滑都滑不到想看的东西嘛。那这部分呢，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 sponsor Surfshark VPN。Thank you Surfshark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那 Surfshark 是一个VPN service， 它可以帮你在网络上面转换你的 IP 位置。例如说，我现在在台湾，但是如果我把我的 IP 透过 VPN 设作在日本，或者在韩国，或者在美国，在网络上面，其实我就等于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只有在其他国家的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才能够看到的影集或者是电影。那另外 Surfshark 也可以是你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就是保全的角色吧。例如说，有些骇客啦，或者是有些专门在窃取人家的个资的那种
坏人。那他们有一个叫做 Surfshark Alert 的功能，它就可以侦测到这些人，就是想要靠近你，想要攻击你，就是成为你在网络上面的一道屏障啊。虽然说我每天生活在网络上面，但我自认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在网络上面的安全，大家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去守护好。现在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就可以有 83% off 外加3个月免费。这个月的 special bonus 呢， Surfshark 还会再免费送给你他们的 antivirus。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所有的连接，包含 antivirus 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你们有兴趣或是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去买了半打的啤酒回家，大家不要饮酒过量，好不好？这个清脆的声音啊！我现在准备追剧了，我突然觉得我现在长得很像古装剧里面的公子，你有没有这样觉得？我最近看《陈情令》实在是看到太入迷了。Hello， 各位，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包裹，最近几天我在期待的东西。哦，是来自 Pauline 的一个包包。Cute 啊！这个是他们家的 Mini Number 9，自己这样本人看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鹅黄色。You're so beautiful, girl. 그대눈을바라볼때내가모르는걸이제믿을수가있어야 You're so wonderful, girl. 작은숱짓하나야 Hey, Rochelle. Want to say hi? Say hi. 不理我。他今天有噗噗了吗？有，他扑的。他今天走两次才扑，通常早上就扑，今天下午才扑。那你今天扑了吗？我，哦，我当然觉得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今天终于可以开冷气了。因为我家邻居最近就是家里漏水，所以我们在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我房间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漏水的原因，所以我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开冷气。刚本来想弄一杯冰的拿铁，就发现我家没有冰块了。然后我真的很好奇，是台湾跟香港的网络本身差别就这么大吗？因为我每次回台湾都会觉得，我天哪，这个网络怎么可以这么慢？可是我问我妈，我妈说她已经是 upgrade 到就是中华电信最好最快的那个 plan 了。然后因为我们家的 layout 跟 WiFi 摆放的位置，就导致我自己觉得啦，我心理作用觉得我房间的收讯就真的比较差。我前两天就上 Klook 去订了一个 WiFi 机，就是那种 portable WiFi， 也希望可以解决我就是在家工作的困扰。准备出门去买个菜，因为我姐今天不在家，所以今天晚上可能是我要负责下厨。我今天戴的是我姐姐品牌的口罩，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支持一下自家姐姐是妹妹的责任，是吧？哦哦滴滴。저노을빛이다는하늘의색깔이모든것을내가지면사라질거야오너의하얀마음며칠을해본다
明整理房间，我发现了一些很可爱的东西，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甚至我自己都忘记是我的，或者是我忘记它存在过。首先跟大家分享，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小说，就是《彩云国物语》。我上一次回香港的时候带我去两本，我这次回来翻到了其他的七本，但是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是去漫博会把整套都搬回来了，所以我有忘记其他本那个时候在哪里。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我应该会上网再去把它买回来。这彩云国物语，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爱他们了。然后你们相信吗？我还买过这个画册，就是给你们看，它里面就是有非常多人物角色的漫画。我印象中它有漫画、动画跟小说，那我自己是最喜欢小说的。然后我觉得漫画版的其实也蛮好看的，但是在我心里面，小说里面讲的角色在我脑海里面是最生动的。然后我刚刚在柜子里面发现了我的长笛，这个是我小学好像四年级还五年级的时候吵着跟我妈说我要学长笛，后来也是学了两年多，然后就没有再学了。这样其实我已经忘记怎么吹，但是我还记得手要怎么摆。乱吹，其实我现在什么音我都不记得了。乱吹一通。我那时候如果有好好练习、好好坚持的话，应该就是多了一项才艺吧。我有一段时间真的还蛮喜欢长笛的，但就是坐不住，没办法坐下来练钢琴啊、练笛子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又可以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跳舞，或者是我看一本书看得很入迷的时候，我就一整天都在看书。结论就是我就是只做自己喜欢跟想做的事情咯，我就是一个很任性的人。对，然后虽然说我现在的美术天分现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我小时候是有上过那种美术课的，就有画画啊、木工啊、缝纫啊，像这个就是我缝纫的作品。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艺术感的作品，包含我的用色呢非常的大胆，然后呢还有这个 contrast 非常的鲜明。美术课上一上，我后来就跑去上了油画课。看，这是小时候的涂鸦。我现在这样子，我还没打开，我都可以闻到那个颜料的味道。Oh my god， 这是调色板，然后这边有一些笔啊。工具，我也忘了我那时候到底有没有真的画出一个作品来。然后我刚才找到我的毕业证书，然后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弄丢了，因为我在香港怎么找都找不到，原来在台湾呢。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去银行实习过嘛，然后我还有一个 certificate， 然后还有我以前的照片。我那时候剪了一个这么短的短头发，然后我还翻到这个 Taiwanese decal， 那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有一堂课是可以给学生教你任何想要教的课，就是学生教学生上，然后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免费的学分这样子啦。所以我那时候就跑去当了台语的老师，但问题是我自己本身台语非常非常的烂，然后呢我每次上课前我都还要自己先做很多功课，然后自己把那些发音啊什么都先学一次，因为我真的不太会。 But anyway， 这个就是我刚刚从房间搜出来的东西。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say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